们下一个节目呢是四手联弹的曲目，我们先欢迎他们上台，再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白宇轩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怡静。那你们今天一起弹的曲目是什么？胖叔叔的踢踏舞。掌声欢迎他们。三岁就上团体班，一直到现在。你们两个几年级了？5年级。